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在王者峡谷中，钟馗的钩子是非常讨厌的存在。要是在游走中，脆皮英雄都是很难承受住他的伤害。但是钟馗的技能也会遇到很尴尬的时候，要是勾到一些不该勾到的东西，有时候也会被反杀的，还是很危险的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钟馗不希望勾到的东西有哪些。第四名，钟无艳。钟无艳拥有的令人窒息的石化效果，遇到这个简直是致命。要是在草丛埋伏的钟馗不小心抓到了钟无艳，遇到被石化可能还会被反杀。特别是钟无艳不仅石化技能强，防御力和血量更是强悍，所以使用钟馗的时候还是离他远一点吧。第三名，安琪拉。按理说安琪拉这类的脆皮法师很好打的，只要是钟馗的技能无误基本是一套秒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安琪拉的伤害可以逆天的。如果在勾到后没有办法马上连招的话，安琪拉的二技能就会让你没有出手的机会，一个二技能眩晕住你，配合大招持续输出，钟馗只能是凉凉了，还提什么埋伏。第二名，墨子。墨子的大招是一个团控技能，基本是被控住以后就是等死的结果，即使是被钟馗勾倒也不怂，直接开大控住对方。这个时候要是遇到对面集体埋伏，那更是控到无输出，所以使用钟馗还是不要抓他比较好，不然就不知道是谁先死了。第一名，超级兵。抓到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，特别是在团战的时候，在等待 CD 恢复的时候很容易被对方抓，毕竟没有二技能的钟馗不具备高额的伤害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，小伙伴们要是有什么想法，不妨在下方留言讨论。